它有三个存储功能，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相应的温度。里面设置里面有很多功能，可以进行温度校准，也可以进行语言设置。它支持中英文，支持 C210 的手柄，同时也支持 C115 的手柄。当插入 C115 的手柄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识别。它升温速度快吗？升温速度，它升温还是很快的，2秒左右就可以达到设定的温度。